刚才那个左下腿啊，左下腿拉伸的感觉啊，刚才左下腿拉伸的感觉，好像在那个一个圆规一样画圈圈的，一个圆规，大的圆规啊，在画圈圈，画圈圈的时候。看得出来，在长江口哪一带啊？在长江口哪一带啊？外线守在那个长江口哪一带啊？守在长江口哪一带啊？这个，这个守在长江口哪一带有实际上有很大很重要的意义的。一方面，长江水下来，有好多被污染的东西都在污染东西在长江水里面。另外一个曾经呢，这个长江口对面就是日本的长崎，原子弹爆炸，飘过了好多放射性物质我着地的地方，所以这几项一来的话，对那个长江落海口那边那个污染就很严重了啊，这一下的话，这两天一下的话，污染很严重嘛，所以，外星人重点要清理，要重点清理这些啊，要把它清理掉啊，要把核物质清理掉啊，要把核物质清理掉，它好那个范围啊，就像圆规一样的啊，那就是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长江三角洲啊，就那的包括。上海，然后长江以北那一块啊，这个重点要处理啊，重点要处理的啊，好，好知道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。